好想住韩国，怎么办呢？跟着우용老师这样办。여러분안녕하세요한국어강사진우요라고합니다我是우용老师。我在韩国待了十年，回国后在大学语言中心和线上平台教授韩语，同时从事笔译和随行口译的工作，也曾在韩国出版中文学习书。我从2013年开始笔译工作，之后再扩展到随行口译，主要是展览、出版和观光都是我擅长的领域。不过我当年前往韩国的时候，韩语能力不到二级，我深深体会过语言不通状况百出的痛苦。一踏上韩国，就要面对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晚上肚子饿，超想自己点炸鸡的，要怎么开口啦？还有，签证快到期了，该怎么继续留在韩国呢？我教过韩国人中文，更为韩国人设计过中文教材，两边的语言学习痛点我都了解。韩语很破，但是想去韩国的心情我非常明白。过去想上我的课，你得线上预约。现在我规划了一套影音课程，给所有想去韩国的韩语初级者，让你免排队、免预约，随时上课。我将以韩国食衣住行新手指南为核心，透过十个章节，告诉你开户、办签证和手机到租屋等生活必须智慧和句型，生活标配韩语都在这里。以生活场景为出发点，按照智慧联想、应用句型、情境的顺序引导你理解和运用。在每堂课最后复习时间，将学习区分成能听、能说两个部分，让你听得懂也说得出来，减轻初级学习者开口说的心理负担。当然还有课后练习来加深印象。上完这套课程，你就能掌握关键字和句型，在韩国生活没问题，并且突破韩语初级的限制，能够自行办理生活必须事项。现在加入十堂生活韩语课，一起住韩国吧！我们窝课360见。超早鸟85折，早买享折扣，늦으면후회하실거예요。学起来，一起住韩国吧！